韩国偶像 BoA 呢日嚟香港出席品牌活动，大约12点左右，一身白色 T 恤配牛仔裤，再加件粉蓝色外套的 BoA 在多位保安陪同下步出。粉丝见到即刻尖叫欢呼啊！睇住后面啊！向前行啦！佢见到粉丝都不断挥手打招呼，仲收咗佢哋送嘅公仔添。沿途都有粉丝用韩文同佢讲嘢，佢都有点头回应噶，仲以简短嘅英文同佢哋互动。期间 BoA 大派心心俾粉丝，搞到佢哋兴奋大叫啊！太紧啦，太紧啦，我都做唔到嘢啦。直到偶像上车，粉丝们先依依不舍咁离开。